话说，女大十八变，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关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美好希冀。但是童话毕竟是童话，很多时候只能存在想象中。不过泰国31岁的女星耶莲却真的用11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丑小鸭的女神逆袭。眼前的耶莲面容姣好，身材火辣，在社交媒体上小有名气，是泰国知名博主和时尚达人，拥有不少粉丝。但是你一定想象不到，出道之前耶莲的长相并不出众，甚至连普通都算不上。曾经的耶莲双下巴、小眼睛，还有一点小龅牙，是个毫不起眼的丑小鸭。不过后来这个丑小鸭用很多年的时间依靠整容慢慢让自己变了模样。2009年已经开始整容的她去参加了泰国宇宙小姐的选美比赛，意外进入前44名，从此开始慢慢踏入演艺圈。凭借整形姣好的面容和大胆的表演，A1 在社交网络上收获了不少粉丝的喜爱。林爷作风大胆，为人直爽，经常会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整容的过程和心得。不仅如此，容貌改变后的林爷还因机缘巧合结识了自己的医生男友，两人相恋8年之后2016年走进婚姻的殿堂。此前有媒体报道，为了迎娶燕爷男友，送上了价值1亿泰铢的礼金和彩礼，看起来这是一个丑小鸭逆袭女神嫁入豪门的励志故事。但是令人不解的是，这对一起携手经过了8年爱情长跑的爱人，却在婚后3个月选择闪离。8年的感情抵不过3个月的婚姻生活，这段婚姻翻船的原因令人十分好奇。原来导致这段婚姻破裂的原因是，结婚之后英远透露自己的丈夫有很强的控制欲，过度干预他的交际圈和生活，于是两人在结婚3个月之后选择了闪离。8年感情中就抵不过3个月的婚姻，只能说婚姻和爱情还是有一定差别的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和感情状态的权利。不过整容有风险，虽然英脸变漂亮，但是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懂得穿搭和化妆。毕竟整再多也只是美丽一时，后续的后遗症才最可怕。